神仙老虎狗。为什么讲神仙老虎狗？当选了，在报道之前一两个月休息时间，像神仙一样轻轻松松泡茶聊天，每天笑哈哈。咨询的时候像老虎一样，啊，现在选举最辛苦的时候，像那个小狗看到人的尾巴在摇。候选人，因为我们没有尾巴，所以我们的手不停地这样，拜托拜托拜托。神仙老虎狗形容人生三个境界。我们金姐还有我们国义兄，现在是最艰困的时刻，他的手必须像小狗的尾巴，一直不停地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请投一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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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。今天来到三峡，金杰议员竞选总部，也是三峡成立的典礼上，碰到我们亚洲铁人呢，啊，这个你爸爸的名字跟大家报告，吴阿明，吴阿明，亚洲铁人的儿子，平山阿美族的年轻有为的议员候选人吴国玉。另外我议会的同班同学，同天进到议会的王明丽，耶！还有我们各位在座所有农会系统各位里长，还有各位所有在座社团负责人，奶精哦，还有要泡咖啡不要忘了放奶精，你奶精也来了，吓我一跳。各位亲爱的三峡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好，好。金杰选议员哦，我讲我一定要来，因为看到林金杰，想到甘苦囡仔真的不容易。我每次看到林金杰，我说他的胸口为什么这么厚啊？这个虎背熊腰啊，哇，这个要是追女朋友占尽优势啊。后来我才了解，也依然睁卡筋啊，来台北拍扁，到铁工厂打铁，打了将近30年。然后林金杰认为教育非常重要，自己刻苦学习，啊，爸爸妈妈给他2000块钱了，2000扣了，来台北举目无亲了，怎么办？然后还要读书，最后政大毕业，赶扣筋啊。像我18岁读军校，妈妈给500块，半工半读，体力受不了，晚上10点上班到6点下班，白天读大学一样，跑到厕所把马桶盖放下来，闭一下眼睛睡在马桶上。整个囡仔甘苦囡仔，我们都有一定的特质，很多很多辛苦打拼后来成功的人有两种心态。第一种，实在太辛苦，叹气是真困难的，今天我终于功成名就，赚到了很多资源，我的手是这样子来面对我的财富，抱得很紧。另外一种，甘苦囡仔，了解贫穷人家的子弟、弱势族群奋斗是多么的困难，他愿意把他的资源跟财富像这样子来面对，把手打开。我们林金杰了不起，他采取了第二种态度，他把他2次议员选举所有1票30块钱的选举补助款全部都捐出去，他把他的手打开，把资源让社会共享，大家帮他拍拍掌好不好？好。他选立法委员，虽然没有当选，一票补助30块钱，他一样坚持把钱捐出去，捐在弱势，捐在教育。亲爱的三峡乡亲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不重视下一代教育，贫苦的孩子永远无法翻身了。对，想想台湾政治奇迹陈水扁，真的是政治奇迹，3级贫户，穷到没有饭吃，辛辛苦苦读书，台大法律系还没有毕业，考上律师执照，最后当上中华民国总统。不管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得到小小小小的资源帮助他，他
就有机会成长壮大。我们林金杰就是这样子，自己很辛苦的出生，今天各位乡亲爱护他，给他机会当上议员，他回馈，他感恩，他用他的热情来报答大家对他的选票。所以今天金杰家我一定要来，我们都是很辛苦的家庭长大，但是我们永远不敢忘记乡亲对我们的疼惜，社会交给我们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对。优质的议员，我们一定要让他继续，一定要选举选举，神仙老虎狗。为什么说神仙老虎狗？当选了，在报到之前一两个月休息时间，像神仙一样轻轻松松泡茶聊天，每天笑哈哈。执行的时候像老虎一样，啊，现在选举最辛苦的时候，像那个小狗看到人的尾巴在摇。候选人因为我们没有尾巴，所以我们的手不停地叫拜托拜托拜托。神仙老虎狗形容人生三个境界。我们金杰还有我们国义兄，现在是最艰困的时刻，他的手必须像小狗的尾巴一直不停地拜托大家拜托大家请投一票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人，他过去所作所为在议会代表我们土城三峡莺歌丘南，你做个干不闹亏，他也没有用心在经营。凡是穷苦的人民遇到法律问题，大家会怕，因为大家不太懂法律，要找律师没有钱怎么办？找林金杰。他一年最少做1000件免费的提供所有的选民法律咨询，不用钱，8年8000件。他的选民服务陈情一年高达2000件，8年他将近帮我们土山因素所有的乡亲服务将近16000件。这就是感够金啊，他今天成功他会珍惜。你了解乡亲把选票投给他，他肩膀上的责任是多重大，这个是了不起的。这种议员不要说下小雨，刮台风韩国瑜都要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希望台湾的政治能够优良，能够让华人世界提到台湾民主人人称赞。我们希望像林金杰这样的优质的议员继续能够连任成功，在新北市议会，我们乡亲支持这样的民意代表，我们觉得是光荣。林金杰得到各位的选票，他觉得是责任。各位乡亲，各位三峡所有的好朋友，选举非常辛苦，这次林金杰抽到14号，正好一句话跟他选号是一模一样，一张选票一事情，14号一事情。未来林金杰一定站到新北市议会，会为我们所有三峡土城莺歌树林的乡亲认真打拼。各位乡亲，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林金杰登记第14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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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今这个韩市长呢也是一样啊，支持侯市长，支持林金杰，支持所有里长啊。那我们呢要请我们韩市长金杰，我们来邀请王瑞宇大哥一起来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瑞宇兄是职业的，我们是业余的。哎，没关系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瑞宇兄来到前面来，好好好。王瑞宇，好。哇，瑞宇兄的歌声实在是。想不想听歌？想不想听韩市长唱歌？想的话，给我一个尖叫声。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做《赌你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不要一起跟着唱？那要拜托大家哦，等一下唱的时候，把你的手一起举起来，好不好？跟着一起大声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喽，来喽，好，来，我们请导师。
非常的有感情，含情脉脉的看待。